出席这个一个月只有一次的女神后援会 gathering， 我们长话短说，我想问一下各位，在这个月里面，你们帮助女神的过程中，你有遇到什么问题？Captain， 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定位啦，但是像上一次。Story 罢了，你真的买来了啊 ？So sweet， 谢谢你。哎呀，没有问题啦。等下你有空吗？要一起吃饭？不能，我爹地不想我出门。哦，我问小宝啦。Hey daddy。Hi baby， 那个谁来哦？送奶茶的哦，送奶茶的，哎 ，OK， 看到没？咱们去 Happy。我以为我在他心里会有一个位置，起码一起吃饭之类的咯。你们定是忘记了你们当初进来做 member 的初衷，你们定是把自己当作是水上里面被讨论的工具人。可是为什么你们一直要这样做？因为你们的工作就是把女生维持在女神的 level， 随传随到，准时报到。This is the law。就说海鸟跟鱼相爱，都是一场意外。我明白，我们都明白，只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像工具人，多过守护者咯。我能理解，因为我之前也是这样。去拿 power bank 了，等一下要一起。宝贝，怎么你刚才没有接我电话、啊？我手机没有电了。烦死到我啊！来，先上车。哎，这条水。哦，他帮我送 power bank 来的。哎，上车。三餐我照送，冷气坏了我去修，就连上个礼拜。他考车也是我 morning call 他的吗？不信你们问他男友。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是。讲白一点，你们就是知识。二十世纪初，刘纳多·迪利鲁米在吹水站对工具人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他得到一个结果：每当工具人帮助了女神过后，他的睾丸肾上腺素会提升。以导致产生幻想，甚至微博。我想问一下大家，在你们帮助女神过后，有没有微博？你有吗？你呢？没有。你有没有？微软算吗？微软是守护者的表现，所以你们根本就不是工具人。微软微博傻傻分不清楚。可是，我们出钱又出力，还做到随传随到。到最后，他还是会讲，我从来都没有主动要他们帮我的哦。听到这样，你们能不恨吗？但是你们开心吗？你呢？开心吗？这样就对了，我们大家都是开心的，珍惜一切就是没有拥有。记得，我们的任务不是靠女神，而是守护女神。就好像讲你喜欢鱼，可是你又煮来吃，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你知识，你爱的不是那条鱼，是你自己。我们要懂我们的定位在哪里。你们看一下你们全身上下，有哪一点是可以让女生散发出幸福的光芒？没有啊。可是为什么我一直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女生最
爱的人，我们甚至连打飞机幻想女神的权利都没有。女神不能够拥抱，我们能不能够超过那个线？你喜欢他吗？喜欢。你呢？喜欢。你呢？喜欢。That's it。我们比任何人更爱我们的女神。爱不是你得到什么，不是你付出了什么。记得，不要理别人怎样讲，别人讲什么不重要。我们只是比别人对他们爱的人多了一份坚持，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应该感到荣幸，这个就是我们生存的价值。你们现在会因为女神拒绝你们而感到惭愧吗？会不会因为女神拿了你的 power bank， 她不跟你出街就感到沮丧？不会。拿出你们电话，立刻 tag 女神，问她要什么。你们会不会主动去奶她？她不跟你出门吃饭就感到伤心，不继续追求了？不会。不。拿出你们电话 ，tag 女神。你们觉得女神会不会因为你们的举动很讨厌你们，对你们反感？不。拿出你们电话，哎，女神，你们到底要什么？拿出你们电话，控告他们。现在下载 MoFun App， 找到最靠近的 Point 就可以租到 Power Bank 啦。喂，还有什么 Apps 可以买奶茶 ？Apps 啊，download MoFun App 啦，打开 Apps， 魔反现在 JB 怡宝马六甲都可以叫外卖了喽。哇，真是 Steady 里面这个 Apps。啊 ，Steady 哎，不过 KL 九月就可以用了。哦 ，OK， 我去怡宝买先。OK。可是为什么我一直要这样做？哇，导演没有才能电话，我们再一次啊 ，sorry 啊，下水哦，哎呦，中标了是啊，你做到随传随到，他是说我是，就不知道哎，走呗你。没有主动，想要谈啥？我是，这个不要刀。小 B， 你们会干嘛 ？Sorry， 听到这样我们不能。你可以讲一句话吗？我以为我在他心里有位置。哎呀！到最后他还是会讲，我从来都没有。他的钱包跟我的照片呢？红色衣的你刚刚点到好像 disco 这样。死了，你一定出现在 NG 了，我跟你讲。跟你们讲两句这样，我就讲我惨。不要笑，现在我在骂你们还要笑我那个冤枉。